我们要做一个正的人，不要做歪的人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就是要做一个正的人，不要做一个歪的人。在《香灌顶》里面，他有讲，要把香整个都明灭，也一样的，变成正常的，变成正常。你太偏移偏食，像健康来讲，你太偏食，你的身体就是偏的。你正常的饮食，什么都吃，不管你喜欢吃的跟不喜欢吃的，你都吃，你就是一个正人。这个才是营养均衡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偏，都不能够偏的。你偏一边，毛病就出来。酒醉的人他已经偏了，所以我们对于人世间的事情，我们的看法都是用正观来看，不应该偏哪一边，不要偏哪一边。有的时候都是一种偏见，一种见解都是一种偏见。不要喜欢你喜欢的，不喜欢的你就不喜欢。